2014年春夏纽约时装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中国女星军团当之无愧成为本届时装周的焦点，16位女星的豪华阵容尚属首次。女星奖新赛开幕的第一日就成功以另类造型成功抢镜，而曝光的街拍中奖新更变得温婉大气，多变的奖新也引发了网友和媒体的热议。昨日曝光的两组街拍中，江欣一改霸气路线，化身温婉大气的现代女性，现身纽约街头。长发披肩的她身穿蕾丝长裙，温婉简约，举手投足中透着典雅和高贵。从照片中也不难看出，江欣瘦身成功，已脱离微胖界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